媳妇啊，你可真行，你怎么把我们刚种的树就给撞折了呢？你还怪我，你这物业没事种些个破树干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种些个破树啊？我们这是绿化小区。你绿化小区，你种点仙人球多好啊！种了仙人球，你就成漏勺了。哎呀，赵经理啊，我漏了，怎么了？我好像挨揍了。哎，他打我了。哎，哎，你这个保安，你有完没完了？这你要打我？谁要打你呀？这怎么回事？你自己撞树上的。哎呦，我这么大俩眼睛，谁信呢？我瞄得这么准呢、啊？我你瞄得太准了。哎呀，小区刚栽树，就这么粗，你叭就给撞折了。我撞折了，我撞折了，我赔呀、啊。赔完了。我赔完了呀。是啊。你还有事儿吗？没事了。没事，走。不，都不对，不对。啊，他给我打懵了，打懵了。没事，有我的。我跟你说，他是在哪停的车呀？他把车停在小区地面上了。哎呦，等会儿，哎，陈师傅，哎，我不停地面上，我停天上啊，我在天上停着那是飞机，飞机也停不了，他也得停地上啊。你见过飞机吗你？陈师傅，你怎么又在地面上停车呀？那我停哪儿、啊？咱们小区三令五申，一定要停到地下停车场。停地下停车场不得花钱吗？我跟你说，张经理，这不是钱的事儿啊，他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啊。大前天，二姐夫，你把车停在了三号楼门口，让我们队长知道了，这家给我熊的，把我熊的跟兔子似的，我搁哪包啊？哎呦我倒要看看，是谁把车停在三号楼门口？我左等右等，突然尿急，我要上厕所。可是我三分钟就回来了，哦，车开走了，气人不？三分钟就开走了？那这都不算啥啊！前天他又把车停在五号楼门口了，我这个我死等，我必须要等，我看是谁。尿急，啊，又上厕所了啊！他这回我两分钟回来的，车又开没了。不是二姐夫，我就纳闷了，你咋把我上厕所的时间掌握得那么准呢？这还用问吗？天天拿个望远镜在家里边瞧，明白不？他拿望远镜不瞧别的，他就瞧你什么时候上厕所。臭流氓！哎，我告诉你，哎，小鱼，你这个小保安，哎，我不就是乱停个车吗？你老盯着我干什么玩意儿啊？你啊，我不盯着你能行吗？赵经理，我跟你讲啊，再不盯着我，这些奖金全扣没了啊！怎么呢？我跟你说，你不仅给我就是赔礼道歉，你还得跟我们班长解释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告诉我们班长，不是我能力不行，是你这个业主太狡猾。说你呀，小鱼啊，这样啊，这个事儿我有责任啊，他是我的亲戚哈、这么着吧，回头我跟你们班长说，奖金的事儿你放心啊，从我这儿扣，好吧，跟你没关系，好吧，赵经理，哎，你就同样是做姐夫的啊，差距太大，你就是个树啊，他就是个葱，我告诉你。你有完没完啊？咋的啊？我跟你说，我看在扣你奖金的份上 啊，我乱停车我不对，我给你赔礼道歉 啊。现在奖金不用扣你的，扣我大姐夫的，行不行？行。还有事儿吗？没事了。走，再见。你说钱顺风啊？不是我说你，我怎么了？你说你干点什么不好啊？我怎么了？你说你弄这事儿啊？我跟你说，你把人家打了。人家没跟你提就不错了。哎呦，他个傻子！哎呀，我打他这事他早就忘了。赵经理啊，不对呀、啊，怎么的？我好像挨揍了呀。哎，这个傻子又想起来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好好想一想。他打我了。你是不是没完了？谁没完了？我再给你解释一遍啊！啊，是你要打的我。谁要打你啊？我这怎么回事？你自己撞树上的。哎呦，我瞄的这么准呢、啊？你瞄的太准了，刚栽的树就这么粗，叭就给撞折了。我赔钱了呀。赔完了。对呀。啊，还有事儿吗？你在小区上地面停车呀？